我就是女皇。两个狗男女，男的玩女人不要钱，女的骗男人不要钱。好了吧，不要拍他好不好？不准拍他，他是要故意来照相的。老板，请离开。你们是谁啊？请离开。你们是谁啊？我是人。你是人，我也是人呐、啊。那就对了嘛。啊，你贵姓啊？不要跟你讲。那我干嘛？我又没有办法。那你不要进来。我不要进来。好，记者都出来。我跟你讲，不要拍他。他叫陶丽。只有拍张照。他叫陶丽。不要拍他。骗钱不要玩的。逃漏税，通通都给你讲出来。你不要拍了，把他请出去好不好？好钱。赶出去。把他请出去。不要拍他，他故意就是要让你拍他。我们这个好不好？好不好？我扶你上去。02年，不好意思，这边不愉快啊。我如果要推车，你可以让路吗？这边是大家都通行的。你在干嘛？你们？好不好？你上去好不好？你们媒体在干嘛？拍照啊。你们请出去。你在干什么？拍什么？你是谁？你这个我女皇。我哥就是女皇。干啥？不要碰我，你不要碰我。可以开啊，有钱把他嫁出去。哇塞，他这个有问题。小心！你保全是做什么的？扶他，你要我扶他？